主料：疙瘩卷菜260克，辅料：香油、香醋、彩椒、尖椒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咸菜疙瘩、彩椒一个，尖椒一个，实际只用了一点点。青红椒切丝，咸菜疙瘩先切片，再切成丝，清水浸泡至合适的咸度，捞出几句水分，把青红椒放上面，倒入香油，倒入香醋拌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疙瘩咸菜很咸，一定要事先泡至咸度适中的程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